没有。红房倒了，红房倒了。二边倒了。对，二边那个平房里边。左边带雷了。我给他爆半天了，你们过来了，过来了。过载的，理解一下。要干就来。别不！兄弟过生日，兄弟。他把人爸爸。不，兄弟。爸爸。哦哟。爸爸。这老六，我真的给他，我都给你补了。脸上。我丢个雷，丢个雷！我操，他有点厉害，兄弟。哎呦，这怎么有个他妈好想一拳给他打。我在房子里，兄弟。哎，我这个破，不需要。干什么？哎，我左下，黄区，你又找了一个，十三发，够了。差不多了，兄弟。有些鸡它是吃不了的。在我眼里没有吃不了的鸡。哪？哎哎，倒了。能补到吗？能补。行，右边大仓还有人。行，我被打一枪头，兄弟。半，我右边两个。跑上去，防区，把房子后面。山上三个人起步，脚下人也很多，城里边是两队人刚。咱鸡可以不吃，但外挂一定要卡吧。倒了，他又不是兄弟，就是他呀，好像他又不是鸡，要石头倒，我只能说有些鸡吃不得兄弟，他吃不吃不得，随便的呀，没看着，兄弟炸倒一个直接冲，他被你炸跳起来了兄弟。还进来防中间两个防中间倒了兄弟冲没见识你就在拉开的兄弟这一点行了爬哪儿去我在大巴大巴